还在为涂料气味烦恼吗？还在为刷新后不能立刻入住忧愁吗？还在为各种眼花缭乱的认证标签不知道如何选择吗？大家好，我是生新行化学的周璇，让我来和你们介绍 LOCA 系列敬畏环保为出发点研发的成膜助剂吧。起止于添加香气，以 LOCA 系列低气味成膜助剂是标准中国心中国造，我们有满足各种沸点不同的产品，气味领先，效率也高。我们有经典的混合脂产品 LOCA， 有着完美的梯度挥发速度，低气味效率高的特点。 LOCA A 加是低气味低释放的混合脂产品，同时具备效率高，可过释放认证。而低气味沸点更低的 LOCA TS 具有优异的高效性能。另外有更低气味又可过释放的产品 LOCA DA， 还有 100% 生物基产品 LOCA BIO。 以下带大家看看我们生兴行的位于上海研发中心进行的应用研发。百干硬度测试仪可以通过基膜硬度建立的时间进行成膜助剂机理研究。在高 PVC 产品中， LOCA 系列成膜助剂可以节约 30% 成膜助剂添加量，在中低 PVC 产品中甚至可以节约 50% 成膜助剂添加量。除了耐洗刷，我们同样关注涂料的稳定性、粘度、 pH 等基础性能，漆膜的光泽、色差、展色性、低温开裂等涂料应用性能测试。我们有分析部分和应用研发部门的紧密结合，为产品控制、理论研究、客户服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我们关注环境，我们关注健康，我们关注可持续发展，为您提供零碳排放生物基解决方案。生兴行为您现在和未来保驾护航，涂料用 LOCA 给您安心家。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最后别忘了扫描下载拿个样，通过拿个样 APP 查看更多产品性能详情，注册会员成功锁样，